一正，你同不同意？你很赞同？我同意他所讲的，可能之前大家对于我的扮演的角色，也经常让人会误认为这样，不是完全符合我的。结果没有想到是个传统志向的人，所以如果有人选到，你是可以嫁也可以娶他的哦，哈。嗯，我呼吁人家来娶我。这是重点。对对对，这是我的重点。医生，你算蛮晚婚的，非常晚。为什么？为什么这么晚婚？那个年轻的时候不想定下来，他以前不婚主义。对，嗯，我记得你本来说是其实三十多岁的时候，也是大家都觉得应该成家的时候的想法是有，但可能那时候正缘还没到吧。嗯，所以大概过了四十多岁之后，就觉得应该不可能结婚了，所以干脆就想抱着独身的想法。所以我那时候甚至我的所有的保险的受益人都是我哥哥姐姐的小孩。嗯，帮自己的准备也都是这样。我如果是你哥哥姐姐的小孩，我会阻止你结婚。但是后来呢，就遇到正缘了。对，就后来遇到我太太，然后就是她其实是跟我之前交往对象不一样，不属于圈内人。嗯 ，OK， 反而我们的工作上比较可以配合，所以很快的，就一年之内我们就修成正果。对，当然也是因为我的小孩提早来报道了，所以就促成了我们这段姻缘。对，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双喜临门这样， yeah. 然后一来就都来了，也不用什么结婚，然后再苦苦的等待，然后还要去人工生小孩什么的。因为有的夫妻反而认真想生不出来。对，就有了小孩之后就认真思考结婚这个事，因为原本我们两个的规划也是，大家快快乐乐相处就好了。所以的确是这个孩子带给我转变我的下半生。那后来大女儿出生之后，就想，因为我实在太晚婚，我怕我大女儿会孤单，所以跟老婆商量，所以我们很快的在一年半之内又生出二女，再生第二，两个作伴。都是女儿，都是女儿，好，你有福报哎！幸好没有儿子，我给你们放心。为什么幸好没有儿子？我是觉得如果有儿子的话，因为你是五十岁才生第一个女儿嘛，所以如果是生儿子，你要陪他打球很累呢。对，也不是说生男孩子不好，只不过因为在我这个年纪，如果陪伴一个男孩子成长的话，我可能在精神体力上都比较难以负荷。那女儿当然比较贴心。对，双子非常怕吵，我就讲说，之前我还没结婚之前，有朋友带小男生来我家做客的时候，哇，我简直是一脸的厌恶，厌恶，真的是厌恶。我在山上招待客人，然后整理的好好的，就还会侧耳去听那个男生在做什么，是不是在动我的什么东西那种，快要发狂的那种感觉。如果有儿子，搞不好会跟儿子做。真的，啊，幸好是女儿，幸好是女儿，还是比较乖一点。女儿真的蛮贴心的。对，那文玲呢？文玲跟女儿的相处，女儿长大啦。是的，她现在也出道了，老大28嘛，对，老二25了，对，算是出道了吗？因为大家都很喜欢看新老二啦，对对对对，在拍就之前有参与实境节目《扎了一把女孩》，然后现在在训练拳击，因为要拍一个电影这样。那你对你的小孩有规划吗？有想法吗？我希望降低她是新二代谁谁谁的女儿，因为人家讲新二代就开始酸言酸语。对，应该要让她的这个本人。去为他自己的未来负责，是没错，来帮你的关系，对，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实至名归。对，我唯一会叮咛他的就是身材的控制。因为你的自我要求也很高。我雨辰在讲身材控制，我就一口一口答应。其实后来因为该怎么讲呢，我后来其实有慢慢的有时候就不管模特或者是女艺人，她把自己就是瘦的跟纸片人一样，也许不健康。我觉得每一个艺人该有自己的样子，对，那我觉得只要快乐，对，就好了就好了。我们还有一支李刚导演谈话的影片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好的，李刚导演很有理念呢，很有想法。他刚刚讲了一句话，我很有感觉，就是历史是没有真相的，很还原。可能当下的我们不太能理解，可是我们借由戏剧融入到那个时空里面，然后来让我们去做另外一个层次的思考。这也是行星逆行的时候才会有的感觉哦，所以我们一起来支持这部戏。9月的台北国家戏剧院，对，
十月的台中中山堂，然后12月的卫武营高雄卫武营歌剧院，时光手香，我的阿爸跟卡桑，各位可以去上网搜寻一下到哪里买票哈。好，我们来做心理测验，我们从旅游的目的地来看出你的人生价值观哈。你有一个放长假的机会，龙假期哈，我们决定要去旅行，你要选哪个目的地呢 ？A. 南岛。南国的岛屿 ，B 去美国 ，C 去印度 ，D 香港，听起来就是要去吃的。一欧洲，来，请直觉，三位，我们三位选哪个 ？B， 哎、欸，你选美国哦，嗯，哎、欸，有意思。那个一正呢？我是一。一欧洲，欧洲啊、哦，我跟你一样。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个居然可以测出我们的人生价值观、嗯。那我们来看我们的人生价值观怎么了？好，选择 A 南国岛屿的话，去海岛度假，你就是逃避现实型，你追求焕然一新哈。也许是因为疲于都市的喧扰或工作上的人际关系，你可以借由个人兴趣或运动来转换心情，也就是说你是需要放松的，会想要逃避现实，所以你很需要逃避一下。好的，我们来看第二组，如果你跟文玲一样选到美国，那你的人生志向就是人生价值就是未来志向型哦。文玲，你还是，我听说你才刚创立新的保养品品牌，你果然是一个未来志向型哎、欸。哎呀，我其实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很没有安全感，有时候想做的事情但又不敢跨出一步，真的都要有人在后面推一下，但是也要推得动啊。我跟你讲，我这一路上来，我跟你讲，我现在对我们的未来很悲观、嗯、我一路来很多人在推我，然后我就不给他们推、嗯比如说他们说星座很好卖很多东西啊，可是这种方案都会被我挡掉，嗯，我不要，嗯嗯嗯，自断财路。好，那我们来看跟文玲选到这个未来志向型的话，你是一个喜欢新事物也对趋势资讯非常熟悉的人，你会有那种白手起家啦获得成功的梦想，做人有梦想理想是非常重要的，但也要用行动去追求哟。幸好文玲是有行动的、嗯、他才刚创立新品牌支持一下啊。好，来选 C， 我们现场没有，如果是印度的话，那你就是追求内在型哦。向往印度这种神秘国度的人可以说是拥有想重新审视自己内在的强烈想法，那尤其能感受到肉眼无法看见的世界，他讲的就是你可能有通灵体质啦、嗯、像灵修、哎、灵修或者精神世界非常广大，觉得很重要的人，所以你会喜欢亲近这样的魅力。那选到 D 香港，如果你有一个长假你想去香港，那你就是力争向上行。我们现场真的也没有人选。香港是一个混合东西方风情的景点啊，所以喜欢购物喜欢美食的人都能够在那边尽情享受，这是香港给我们的印象。那对这样的香港抱持着憧憬，你就拥有力争向上的目标。我觉得我太太会选这个。你太太会选香港，有购物跟美食，我觉得这是她的首选。你真是好先生哎！好，最后就是我跟一正的欧洲传统型，我们是传统型，我喜欢。你看，好吧，我同意，我很传统。一正，你同不同意？你很传统。我同意他所讲的，美国跟欧洲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地方，嗯哦，但是美国是一个单一国家。那尤其他使用的语言可能我们还算熟悉一点，但是我们如果选择欧洲的话，我们面临不同的国家，然后传说不同的语言，那欧洲本来就有很多历史典故是值得我们去看的。我懂他蛮准的，好准，跟我选择欧洲他的解释的方式跟我想法好，我们来看解释啊。欧洲各国拥有悠久的历史跟传统，所以你是一个重视历史的人，我同意。你自己也抱持着得到社会信赖，想试着拥有地方的强烈想法，就是我们抱持着想得到社会信赖，我觉得这一点在我身上蛮体现的。那我觉得一正，老实说哈，现在看到很多年轻艺人这样因为感情生活而翻车，我就会觉得你很不得了，你也是有一种传统志向，然后你也很希望得到别人的信赖。我的思想其实也许是有点传统嘛，嗯，那可能之前大家对于我的工作上的表现啊，或者外貌上的评断，可能就是不是完全符合我的。然后我觉得
别人就会觉得你应该会很花心吧，你应该会怎么样吧。所以包括我扮演的角色也经常让人会误认为是这样的，所以也就是这样子，我好像一直没有得到正缘。上了年纪之后，其实呈现另外一种不同的风貌，我对另外一半想要要求另外一半的解读也不太一样。我觉得我现在真的觉得碰到我太太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对啊，他以前对，就是一正以前的形象，就是被包装或戏里面饰演的都是花花公子，感觉就是很不牢靠，对。然后就搞到没有人敢嫁他这样子，或者是好像就也搞到自己不想娶了。哎，结果没有想到是个传统志向的人。所以如果有人选到欧洲，你是可以嫁也可以娶他的哦，哈。嗯，我呼吁人家来娶我。这是重点，这是重点。对对对，这是我的重点。好好，这个测验准不准呢？蛮准的，嗯，哦，蛮准的，蛮准。好哦，那今天很高兴两位来到我的节目哈，那也跟大家好好的分享这一个发我们深思的舞台剧，欢迎大家来收看这个《时光手箱》。来我们剧场倾注它的魅力，然后也谢谢两位双子座来到我的节目，谢谢义正，谢谢文林，谢谢陈老师，谢谢，下次见，拜拜，拜拜。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曾心梅，我是林俊逸，邀请大家到高雄来看我们的2024真爱秀蓝宝石大歌厅。你想知道十二星座的风光岁月吗？7月29到7月31，请锁定雅虎 TV 唐奇阳谈心事。